天生脾气差，不好惹。谁要是敢在那边唧唧歪歪，小心我有各种法子弄你。搞笑重现剧中片段，吴一佩以扮起宫女温璎珞，对她死心塌地的傅恒，转头一看，没想到是她。我守着你吗？已经守够，下辈子可不可以换你守着我？有些爱可以做，不能说，你懂。原本在期待说，那应该是可以跟帅哥富察侍卫谈恋爱。我没有办法。对啊，你为什么可以？我没有办法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也很委屈，我也不愿意啊。黑咖太矮，我已经是不是？我已经演女生没有办法。郭哥一脸那种后母的样子，是不是能干嘛？洪都拉斯有没有跟鬼一样七月半进驻？搞笑跟随时事模仿人物，他们是经典节目《全民大闷锅》固定班底，一度还相当爆红，现在要再度回归。要吵架啊！那个最近有一个新闻吵得很凶啊，就是有一个白白的头发那个，他爷爷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郭台铭啊。什么郭台铭？暌违五年，郭子乾、九孔、唐崇盛等以舞台剧方式复出，演起当红夯剧，让人看出搞笑功力依旧没变，逗得众人笑破肚皮，同时也展现相互默契。记者陈嘉伦、李玉涵台北报道。